下面开始说一下这个安装接波的，安装这个波峰焊接波，首先找两块，一样大的板，宽度要一样，并且保持这个板的平整度要平一点。然后拿一块板，把导轨压到板的这么宽，这个宽松紧度刚好，不松不紧。然后下面开始上接波，把这个链条挂在齿轮上面。然后锁螺丝，这个螺丝带上去就行了，不用锁紧。可以暂停。